大家好，欢迎收看《没有问题》，认得没？没有问题 ，Welcome， 欢迎来到 Dreamling 法郎。我是 One Ling， 我叫 Helen。我是 Two Ling， 我是 Violin。我是 Three Ling， 我是 Young Ling。对，我们今天三个是算是业界蛮厉害的 hairstyle， 很会设计头发的人。对啊，我比较主攻是增加发量啊，或者是、你主攻增加发量，增加发量，我主攻粉红发量。好，我主攻刘海。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们两个的头发有什么问题？要一直摸？好呀！为什么我们今天是冷酷的？我们是很有名的 Dreamling 发廊。对。因为我们今天交到一个任务是说 ，What？ 有一个人他的发量特少。特少的话，我会先建议他直接是铝光头好了，也不见为进步。对呀、啊，就但是不要。或者是买这个帽子。对。拿起来看一下。行不行？会乱掉，而且好贴哦。不是主攻润发，你摸。跳三遍，染粉红色，而且你看哦，不会卡住。静电啦，有静电啦！哎、欸，你是不是主攻定法？你看你怎么样？有。你这是摔倒了。真的不会动哎。好 ，OK， 那我们今天就来拯救那个头发很少的人。今天没有问题，我们就让他的头发没有问题。我们也只能让没有问题了。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受害者吗？我们的发量少代表。发量少代表，让我们欢迎张可谦。嗨，大家好。怎么是这样？怎么是这样？演的也是。等一下，你们是谁？因为我们是 Dreamling 发廊，请讲出我们的造型师的名字。没错，第一位是 Helen， 大错，是 Helen 老师。再一次，Helen 老师。第二位是 Violin 老师，第三位是 Youngling 老师。哦，不是，是讲师。啊 ，Youngling 是讲师。哇，哎，我们看。他为什么去了布莱克先生？他的频道里面的可谦这个成员在里面就很常被笑发量少。对，你可以低头鞠躬一下给镜头看一下。对啊，还蛮小的。已经遇到我们就来对了。你的发量比石虎还少。会不会最后变成恐龙吗？不会，他今天找到我们，他就解决这个问题。你对我们有信心吗？你对我们有信心吗？我想先试试看，毕竟我第一次来。我觉得我可以先检查一下吗？好，检查一下。OK。我们没有信心。我开玩笑的啦，我们怎么可能没有信心？我们绝对是有信心啦。我们来测试一下他的发量，你手这样插进去会不会觉得很稀疏？哎，好怪哦。那我们今天第一个来拯救他的人是，我们给白灵好了，给我开，对，因为毕竟是我里面的大姐。我的主攻专业，我刚刚讲了嘛，刘海，我可以让他的头顶就是多增加一点丰盈度。OK， 那我们欢迎白灵。我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就是先给他一个比较稀疏的，一个比较厚重的。哦，因为不知道他的秃头程度。对，所以我都准备。所以这个是我们传说中的空流吗？空气刘海，空流。Exactly， 没错。哎，所以你帮哪一下？他叫杨林。不一定是我们的编号，帮你用看看这个好。我们想要今天来拯救他的发量。看那个巴林是有点紧张，大家要把他头刺破。哎，蛮好看的，果然是巴林老师。你喜欢吗？可以的。怎么是这样？所以我在这帮他多加一层，直接是给你 double。白老师，为什么你要笑场？你是很专业的。白老师，我想问一下，怎么夹上去的？白老师，我觉得他头比较薄。你头皮有感觉不舒服吗？有。还好，你的奶靠到我不舒服。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前阵子有做比较大一点。你看，你先从这样正面看，其实是有的。重点是侧面。啊，用中分，用中分，给他一点走中分。好，我看一下镜头。OK， 不能笑，不能笑。那白老师，你为他现在这样子增加发量的造型取一个名字。我给他一个80年代复古风 ，OK 吧？我是觉得很不错了。顾客 check 一下，来，白林老师。蛮前卫的，我也是觉得蛮前卫的。他其实侧面很像女生。其实侧面的话，其实有一点那种很像阿巴利赫本的感觉。对对。然后，
所以你不喜欢白老师的作品？太复古了。白老师会打人。白老师很贵耶，他一颗都8000耶，是不是顾客至上？你刚刚这样子夹两个假发上去，这样大概10000，差不多。其实加点那种手续费62万吧。也没有那么贵。好的好的，那我刚刚是就是一个帮他增加刘海，笑到刘海分 ，no check， 别后悔的。我们换 Youngling 老师，我需要一点掌声。自己掌声，自己掌声。我记得你上工之前都会有一个仪式或是一个动作，让自己说 I'm ready 的动作。有，好，就是会这样。不行不行，不要再念。什么天哪 ？Are you ready？Okay. You say ready. I am ready. Good, good. 这会哭的哦。那因为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顾客的发量，确实是比较深。杨令老师，刚刚白令老师是用刘海神奇，他的专长神奇刘海术。那你是用？我是针发术，增加头发的厚度。那我们看一下这边，比较是那种偏平坦。那我们先把我们这个发片，我们先看一下。如果前面有镜子也是 OK 的，我们这样对镜子，我们看一下长度在如何，在哪里呢？我们就这样子放上去 ，OK。我们增加了他的头发的厚度，你们看是不是很棒呢？而且其实我挑的颜色跟他的发色是比较相近相符的，所以你才准备两个颜色。对，那如果今天是想要走那种比较是像我这种小挑染，有看到吗？小什么？小挑染。小挑染。对，小挑染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准备另外一种颜色。那我们就一样的方式呢，我们就把这个放在这里。不是，刚刚老师没有问客人想要挑染。对，你想挑染吗？不想。不管你的。还蛮好看的 ，OK。我看一次吗？看你的挑染。哇，给老师看一下好吗？Very good, excellent。他好像那个，就是把头发染黑，但是有一部分没有染到的感觉。我觉得老师你先不要这样说。那老师你给你的作品名字呢？名字哦，我的作品名叫做 Thrilling Up Up 发片，刚刚升级100分。这感觉你还记得吗 ？Thrilling Up Up。我的名字叫做 Thrilling Up。哎呀，口水。老师兴奋的时候就会喷口水，其实还蛮不错，有一点那种8+9的感觉。有想要吗？那我们问一下，可先你 OK 吗？确不确？1、2、3，失败喽。没有，我觉得其实第一步还 OK。加了这片之后，好像我在干嘛？好，谢谢老师。好，谢谢老师。反正现在就换压轴，我们的压轴叫我粉红 Helen Blackpink。我不敢讲后面那个。我是说我的肤色跟头发。OK， 好 Blackpink、啊。那我们的那个 Helen 的专长是什么？我的专长就是，如果那边有问题，就通通盖起来。像这边整个有问题。Helen， 我想问一下，你会有什么仪式吗？在做法之前？有啊，我的仪式就是崩掰呀，这是我的仪式。然后因为我这个人很爱梳头发，所以我现在想要帮客人梳一下头发。奇怪哦。我想问一下，头发有碰到梳子吗？都有问题，所以我今天就是要用我们怎么样，跟我一起念一遍 Helen 老师的绝招。盖起来，赶紧来帮我拿第一个盖子，先用这个浅色，因为我觉得刚刚 Youngling 老师就做错一件事情。如果你是跟原本的发色不一样的话，你要先藏在里面，这样才有层次。你放外面它就丑爆了。要看一下你自己头发颜色有不丑的。你知道为什么我今天会用粉红色吗？因为我本来是要那一点，他先戴了。老师之间不能戏，不要吵架。好好对，我们是很怎么样？ Okay, 我们是很，不能分我们是很专业的。对，那它上面就是一个盖子，然后就从发旋这边盖下去。OK。Oh my god！ 然后这边你看，不必备什么？不必备收着，收着。1、2、3，盖。1、2、3，盖。男主。还蛮不错的。要准备第二步，来一样把它盖在发旋的地方。你头发变好多、哦，喜欢吗？这位顾客，我看一下 ，OK 哦，还 OK 了。Helen check， 1、2、3。那个老师想问一下，名这个的一个有没有一个名称？就叫做盖起来。盖起来。然后你看，如果你看我今天还有准备，如果它这样盖起来不够的话 ，Don't worry， 佩妮老师的，你可以再盖，好看哦，好看哦，我喜欢这个，check 来 check 一次 ，check 完了吗？还我，谢谢。所以我今天是获胜的，
Shailin Threelin 改造大成功，我们让它看起来发量变多了，看起来比较顺眼 ，But 对，但是其实我们这不是真的，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我们在我们面前这个叫做 Medicare， Medicare 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养发的牌子，保养头发的，保养头发。保养头皮，头皮啊，保养头皮，头皮啊，头发，还有养头发的，对，养。那这个时候，既然我们今天有客人在，我们就带他去试洗一遍，直接洗，何妨不直接试试看呢 ？Let's go 洗头 ，Go。后面客人，我们后面请哦。那个小妹炫一下洗发，我们是不是也要洗一下 ？OK， 我觉得我刚刚玩到头发是有点粗糙了，差不多，我想要洗一下，因为我头发好像不顺了，不 OK 了，我觉得我想洗一下我的头发。对，我们去动一下头发好了。大豆培养养发洗发精，它是 Medicare 独家研发，韩国首创。它跟一般的洗发精不一样，是什么？不含细磷，不会阻塞头皮毛孔。你看这个高浓缩半透明凝露状质地，丰富泡沫力，是款高级机能性洗发精。而且如果你头皮痒、头皮屑多，它的成分很天然，敏感性的头皮也可以使用哦。强韧发根，增添毛发通透感，而且。头皮臭的人，改善头皮异味，舒缓头皮发痒，真的很推荐给大家。Medicare 大豆二合一强韧发质护发素，一般的护发素是不能涂在头皮上，容易堵塞毛囊，容易引起脱发。他们家最特别的点是可以直接使用在头皮上的二合一强韧发质护发素，因为它添加了可强化毛根的有效成分，除了用在发丝上，它还可以直接用在头皮上，一次解决头皮发丝双重困扰哦。像头发短男生啊，像我自己，我觉得用起来蛮舒服的，吹完头发不会觉得特别油，我觉得蛮清爽的，舒服清爽，推荐大家使用哦。大豆蛋白面霜护发喷雾，这个护发喷雾呢非常适合头发常常在做造型的人，因为它是采用纳米喷洒设计，能均匀不会黏腻结块，会受损发丝间隙，补充蛋白质，喷完都不用冲洗，而且洗完头发后头发都不会打结，因此也不会扯到头发，产生掉发的问题。好的，你看看我的秀发多么的柔顺，多么的蓬，多么的丰盈，还不敢用看看吗？大豆胚芽养发 mousse 含头发维他命 B 7，有助于提高整体发质，包括头发的厚度以及光泽。使用了促进吸收的专利成分，更有效率的把有效成分传达到发根深处，头顶发际线稀疏，发际线越移越来越明显的人，配合这款养发 mousse。可更集中管理发际线和头皮的问题，最后还可搭配刮痧按摩做使用哦。你们看我的头皮，我的头发蓬松又有光泽，好漂亮哦！好漂亮！哎，你看我头发。所以你不要你刚刚那个头发也要，但是真实自己头发还是要健康、有光泽又蓬松。那你的呢？我都不会动。哦，不是因为没有什么，他还在成长，在养着发中。你刚刚比我现在蓬松很多，对，滑滑的蓬松。对，看你的很弹，你看超弹的。哇，我看你的。哇，哇，而且重点是都没有掉发这样子抓的。你的也是，直接帮你强健发根哦。Medicare，它洗起来蛮好起泡的。嗯，要用像我头皮，不要因为我常常戴帽子，头皮很容易痒，所以洗起来很舒服。而且我女孩子其实发量，女孩子的发量就比较多一点点，几个大概三下就可以用个枕头。像我上台，像我本身男生用这个也是很舒服，搭配这个刮痧，你知道很爽，你知道吗？因为你一整天整工作下，你其实头会很重很紧绷，你刮完整个松，很舒服，而且你就这样子，然后压，等个几秒，哦。这样，而且它是不含细磷，洗起来没有负担。我只能说 ，CP 值很高。我就是要讲话，真的呢。而且是现在我们夏天，台湾算是天气蛮湿润的，而大家都是算是油性头皮居多，所以用这种就可以让你就是比较清爽，不黏腻一点。而且它这个是可以直接涂在头皮的，跟别的护发素。重点是有一些是只要打开这个架就好了，然后我们就可以这样直接用。头皮是人的第二个皮肤，你不是？是啊，谁说的？头皮很重要，我知道。谁说的？不
是我知道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因为你头皮没有养好，你头发也不会长好。我知道，因为头皮真的很重要，所以你这个屁股不好。这个整组都给你。好，谢谢。拿什么擦？擦擦擦。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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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不好意思，头发太乱了啦。现在我还是往那边走，这么离开。希望下次见到你的时候，整个不一样，整个就蓬松的，像张飞一样那种，对，浓密到脸上，我跟阿飞那种。